很少会玩这样的游戏，我们对很少。
车主，没眼睛的城市上来。李曼飞他妈看着他连话都不敢说。你那个谁叫什么？欢迎的刘亦菲啊。懒得会了。菲菲，干嘛？菲菲你过来，对啊，我们还找你呢。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然后就传到菲菲后就，啊，你拉我最安全点，行不行？哎，你想到谁了？你想干嘛？
不是啊，我刚下清凉味。不是吗？我刚才跟你讲会说我们这个就是工作换工作，这还有一点点。你跟丹丹，你示范一个，我跟你、啊、都可以，开玩笑。
欺负小妹妹了？对待的蛮好的，公开嗓子，哎，可以。冷静，这是有点激动了，是吧？看到了什么很激动的场面？吓跑了，吓死！有点不行。来，菲菲主持一下，现在该干嘛？惩罚就结束了，对吧？Ha ha ha!
哎，夜店不是有一个动作就很精华，就是一个站着一个下跪那个。你想跟谁跳爱吗？菲菲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杨杨冰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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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妹妹妈妈我是妈妈，我直接表现的，妈妈如果知道了一定很生气就可以了，因为他们是我的两个儿子。对了，就今天至少还没有夜蝶这首歌吗？可以放一下吗？夜蝶刘亦菲，拿出你老公的姿态。接下来的那个队伍表演歌曲吧。